我以后再也不跑了，怎么办？现在行动吗？刘进，先等等。 进去，还挺快啊！哎，你不能进去！你要是带走方玲了，我怎么办？要是让虎哥知道，我帮你劫人，我还活得过明天吗？不行不行，咱得和解和解。不用担心，等这事办完，咱们就离开岭南。至于你想从虎哥那儿赚的钱，我会加倍给你。 没人，要不咱下次吧？咱下次，下次。开门。怎么开啊？你不是最擅长撬锁吗？怎么，失忆了？还是不想帮我？ 过来看看丁丁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祥玲啊，还是怕他跑了。李姐，永年，想留住丁丁其实很简单。 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求求你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跑了，我什么都求求他，虎哥，也放了弟弟，爱弟弟，求求他，虎哥，求求你放过爹爹！爹爹，不要！你别放开他，你别赶紧过来！我不要！爹爹，虎哥，我以后再也不跑。 我以后再也不跑了，我只要你。这世界很酷。